好，咁多位望一望呢一部機啊，呢部。頭先阿馬校長啊，好惡，但係要嘅，因為第一就係要尊重翻自己呢個工作。咁喺多方面啦，無論時間啊、演戲嘅困難啊等等，都要克服。咁跟到阿馬校長啦，要係馬校長，係真係。因為頭先係點解咧？頭先食飯啊嘛，講明搭半要坐翻喺度。我話新聞界朋友嚟緊㗎啦，人哋一到就要，人哋要趕住做好多嘢㗎嘛，你唔可以人哋再喺度等你哋坐落嚟。啊，點知搭八先到，咁啊，結果就喺度。同佢哋開咗年嘅，好幾耐殺科？其實我哋仲有十組到啦，應該我哋如無意外順利嘅話，27號就 last 噶啦。而家今個月尾係啊，咁而家都做緊後期嘅，即係開始順緊片，應該3月中前可以，3月內應該完成曬個後期製作。咁我哋頭先阿助理處長鬼馬啦 ，Anthony， 其實我哋暫定都希望可以4月可以播嘅。咁初步嘅我哋暫時初步定都係1至5咁播。咁就變咗連續播4個星期咯，咁喺香港電台都算係比較少見嘅。即係冇收錢。咁真心講啊，喺香港電台我哋真係冇乜壓力㗎。點解？因為第一係一個政府部門咯，咁唔係一個商營嘅機構，咁所以我哋個壓力就真係冇咁大嘅。頭先開咗年啦，開年嘅原因係因為佢哋唔守時。係咪自己都最？我最睇重呢樣嘢㗎，我最關注。你知我哋喺 TVB 大。同埋我有兩嗱，我個師傅珍姐，你珍姐，你點敢遲到啊？第一，第二，我另一位老師羅冠蘭老師，永遠都話 call time 幾點，你至少要早15分鐘到噶嘛。咁啊，趁佢哋仲係新人嘅時候，要話佢哋咯。好老師嘅真係。咁第日佢哋就會識得去話翻教翻新一代咯。嗯嗯、一定要咁樣做先得。嗯，我覺得佢係惡的有道理，即係佢講嘅好多時候，反而只要有佢喺度咧，就覺得好安心啦咁樣。因為每一次咧都會提早收工，喺預期中可以做好多。只要馬生喺度嘅話，我哋演員我哋收工就拍拍攞油走，係啲crew要執嘢，佢哋又要上車，又要清現場，起碼遲多2個鐘先收工，係嘛？咁我哋有陣時咪要顧埋人哋咯。慶祝活動啊，30周年係嘛？今年係啊，今年30周年我其實咧，如無意外咧，10月係咯，我九月就踏正30年啦，足30年。咁我如無意外，9月到10月咧，我應該有個舞台劇嘅，但係我自己一個人做嘅啫，一個人，獨腳嘅，好癲嘅。哇！係公開過，創作而家係自己做。我自己編劇嘅，編導演監今次都係自己，我自己一個人做。咁啊好黐線嘅，要喺一晚裏面我要轉7個妝，即係我覺得我做埋呢一個咧，就都叫滿足咗自己啲心願啦。有冇留意阿張婉婷呢幾日嘅心情？有啊！即係監製你點睇？因為佢係即係啲學生去拍。係，我都有啲心痛㗎，對幾方面都心痛㗎。即係無論學生又好，監製啊張婉婷導演啦，佢係咪？咁啊，或者成個用咗10年時間啊嘛，套戲。即係我對各個方面我都戥佢哋心痛㗎呢件事，因為係真係會唔舒服嘅，個個都唔舒服。咁啊，包括張婉婷，我覺得佢應該都付出咗好多嘅，咁但係溝通可能真係出咗啲問題啦。咁我覺得真係要加強翻溝通。但係講到尾，我亦都有睇到佢琴日嘅訪問，我好非常認同你乜嘢都帶唔過個學生，你乜嘢都帶唔過呢班小朋友呢班女孩子。我哋大人，我哋顧及咗嘅感受先，所以我覺得張導演做得好好啊。你先處理好先啦，唔好令佢哋再有唔舒服嘅感覺。即係原本係一件好事嚟噶嘛，你都係想呈現佢哋好嘅嘢，咁但係原來令到佢哋唔開心，咁就暫且放下咯。咁你認唔認同阿張婉婷部電影係即係暫停咗播放？我覺得暫停係一件好事嚟嘅。即是一個適當的處理，我覺得如果是我看到有幾個學生又好，或者李慧思又好，他們可能有些感覺都不舒服的，那我覺得張婉婷導演暫停播映這個決定是正確的。那等到如果真的能夠 settle 了，大家都拿到最好的共識，大家都舒服的，那才再上演咯。我相信如果有這樣的機會，大家都會看的一樣東西。